他今天生病了，没上学。嗯，今天带孩子回来的。我买了一条鱼嘛。什么意思？咋的了？就因为早上吃的药，到现在吐四次。咳嗽好像。搁家吐两次，搁外面吐三，搁外面又吐两次。快跑，快跑，不进！早上吃点饭都吐了。我咋整？一会儿我给你整点面条吃。妈妈，嗯，那我就别吃了这条鱼。这条鱼，妈买了鱼，还有菜呢。拎着黄桃罐头，有病了吃点罐头好。谢谢了。嗯，多吃点。讨我一节是？嗯，讨我一节。咋了，好不好？好。呀，这还带柠檬的呢。好吃。好吃啊！你俩尝尝好吃的。今天晚上捞点饭，把这鱼炖上。今天晚上放点粉条里。今天咱捞这个米，这个米捞出的饭，米汤也香，饭还又香。从老爸要3块钱买啤酒去。从我家到小卖店就1分钟，这会儿下雪了，这现在下的雪都站不住了。这儿的啤酒，你们家才吃饭，我来买啤酒来了。放这儿3块钱，是不是3块钱一瓶啊？揍鱼啊！揍鱼，自己拿。大鱼啊！大鱼，三道鳞。走了，六老。这钱拿多了一块，哎，还剩1块钱哈，拿4块哈、啊。嗯，卖店都吃饭了，卖店现在饭可高。瞅这米汤焦黄的，黏糊的，可好了。西锅开了，把这饭盆坐进锅炖上，盖上。那门给老关上。放完盐了，我盖锅去炖去。干豆腐卷上桌，这个特别好吃。这还焯了一盘木耳。哎，鱼好了，粥锅。这是老孙子的最爱，肉炒豆芽。吃饭了，最后一道菜。吃鱼啊，成了，好吃不点。这鱼做的就有食欲。哎，香。捧着碗，每次都得。搁点粉条去。快点把碗捧着。我以为说我呢。妈，你至少叫个名啊！我说我怕你，也不知道你说谁呀。自己还没有点自己姓呢，提名是吧？你叫啥名呢？我不知道啊。张鱼子，这个熏干豆腐卷，儿子你要吗？不要。你尝尝，这个是鱼，这个给你，可好吃。你要吗？不要。你泡在哪？没有熏鸡味儿的。对呀、啊。
酱油味吗？冰激凌味。中午没吃啥。吃饱了？吃苞米线吧。那些米线都吃了吗？今天这鱼做的可入味了。嗯，让我妈回去了。